们好吗？你们吃饱了吗？现在我们一起去煮饭。这个是葱，这个是葱的那个头，这个是豆腐，日本豆腐，我是用平常的。这个是 tomato， 我切一粒，这个加工一条，然后这个是 oregano leaf， 然后这个是那个小葱，我是用那个两粒，然后这个是咖喱，然后这个是萝卜，然后这个是枯荠，是for 补眼睛的，然后这个是蛋，我还没有弄均匀的蛋，然后这个是鸡根腌了的，这个也是鸡根，一个是炒的，一个是汤的，然后这个是红轴。首先我们要开大火先给它滚。你们昨天有没有去踹我的菜？你们有去试吗？那个菜好不好吃？你们可以留言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王伟林、黄伟林。然后放一点油。如果没有去买东西，千万不要出去哦。要出去记得戴那个口罩 ，hand sanitizer， 还有盖住那个鼻子跟嘴，用那个 mask。我是用那个鸡根的那个骨来煲汤。滚的时间，你们可以放这个枸杞。放下去这个汤。下去。我是一条丝，我切了四粒。你们可以去 Tesco 买，然后 Supermarket 有卖。大家，然后这个红轴我会放下去，小的四粒。按下去，这个东西。首先开这个东西，然后我放一点水，差不多一半。还有 apple， 一粒 apple， 一条 carrot。一半的那个鼻肉，然后首先我会放这个鼻肉下去先，因为它硬，然后那个鼻肉很好的，对，可以对 cancer 的人喝多一点鼻肉。而最后一个是 apple。维他命 C。我会放那个萝卜，白萝卜，放下去那个。我先
再加了一个料，就是这个腐竹，竹它是冰捆，一点点油，放下去，然后还怎么动？然后炒，炒到有那个味道，放进牛油。然后放下去，他们干了，你下去。放下去，我们炒一片一片啊，然后放个水，一点点加水，然后这个汤已经好了，那吃的汤好像外面吃的那个米白里有卖。五丝黄，一点点。然后白油，然后旁边。我是放一根罢了，然后切。这个就是咸鱼饭，今晚上我们吃的咸鱼饭。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的晚餐已经好了，西洋菜，然后一个汤，然后那个碧露水，已经做好了那个水。然后吃了 yummy yummy， 很美味。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王怀林。然后这个就是狗狗，它是微微狗狗。然后记得按赞啊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拜拜，大家，明天再见。